我而家宣布，特区政府将喺1月8日凌晨零时开始，为期14天，即系话去到1月21日嘅午夜咧，以下8个嘅国家，我哋将需要实施地区性嘅航班熔断机制。换句话说咧，系禁止所有从呢个国家嚟香港嘅民航客机着陆香港。亦都禁止曾經逗留過在呢8個國家的人士去登上任何民航的客機嚟香港，即係話轉機的人咧都唔得噶啦。咁呢8個嘅地方咧就係澳洲、加拿大、法國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菲律賓、英國同埋美國。